好因为，OK，你然嘛，后再来是哪边？Figure One 对不对？Figure One 有这么少吗？bigger one。对，Figure One 的话，像这几个句子对不对？一个句子，两个，哎，见。像一个句子，两个句子，然后三个句子，然后到后面的那个一，这个也要，我好像是分，老师，我都有吗？分开解，分开，好，我都有贴，好，它只是放在不同位置。那没问题，没问题，那我就按照你给的顺序来跑，好不好？我先用这个好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故意拖两位下水，但是这个东西太重要了。我做完之后，你们还是没有看到那个过程嘛，所以我故意拖两个下来看到。好，来，Figure One POV 哪里有问题？POVS，好，接受接受。好，那刚刚变成接受的时候呢，后续所有的 POV 都加 S，我们再来讨论哈。好，来，Add 50 milliliter of mixture，哪里有问题？我不知道，the 吗？不知道，句号好哦，句号，可以不用加，因为它是一个行为，它可以不用句号，加不加句号都 OK。好，来，这 S 你同步加好不好？我就不改，你去那个地方同步加。好，来，像哪里啊？图里面，哎，等下你有一个荧幕还是两个荧幕？在哪里？一个，一个，好，那我来加好了，我来加好了。是吧？不同，是吧？好，先拿 POV，掉。老师，那个 POV 后面是不是要加 S 啊？第一个，称5克油那边，那个称5克油，这个 POV 后面加 S。好，OK，加了，好。好，OK，然后这边没有问题哦，这边没有问题就不要理他。你看这边也没有叫你加句号，这边再加句号。OK，对，好来那3个可以，可以把它改白色、黑色底。，mixture 加句号这边啊还，OK，不管它，不管它，来这边这，in a minute 是不是加句我号？要加句号，好了，你把句号加上去好了，来我来加。其实应该可以不用加了，因为它是那个实验步骤，实验步骤没有再加的。好，不管，那我们往下走哦。其他的没加。对，好来，然后这边 manually agitate the solution，因为这句话其实 manually 写在后面，是我从那个抄来的。好，OK，听它的。In a minute，a minute，OK，好，and 哪里有错？画掉。你说他说3个可以，我把它改成好，把白这个底都拿掉。字。好，忍耐一下，好，我们快结束了哈，我们快结束了。对不起，对不把它起。改黄色。OK，这样子，好，再来。那都改白底。Figure One 结束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一算来。等一下。Table one。到这边来，然后，不管了，好，来这边。Were excluded，他说不要用被动式，不管他。三，compare 对，to，谁对？原形动词还是加 ed？行动词还是加 ED？我觉得都可以嘞，因为你们发现这种句子是没有主词的。我写英文写没有主词的，是我这几年在克服的心理障这是什么起始句吗？碍。起始句或者是那个
那个我听了加拿大一个那个 Emma 老师啊，他在说，我在写过去履历的时候呢，用过去式，没有主词，用过去式，举个例子，did something，不不不不，就是过去式，然后再加那个句子。好，来，我听他的好了，the standard，我再加 s 吧，我不知道哪里有错，哦，不管了，好来，不管来这边，all your sample 是不是加复数？果然加复数，好，OK，好这边 复数。test 加复数，OK，好，for 呢？对，它是对的，它是对的，好来，然后这边有这一串，and 这里，这边少一个逗号，这边，好，那我这边把它复制回去好不好？然后呢，因为它这边的话，你可能一句一句复制，因为它这个是小写的符号。哦，对。小写符号怎么贴？小雪峰，你爹？什么？我以为是下标哎，靠！格式文字下标 Control，同时放上逗号就可以了，好吧？那我调过去，你来用这块哈，那空一格，等一下。哦，下标就给你了哈，就是一他们空格在这一串。我听啊，只等一是下，等一没下，等一下。都没下表本来是几号字啊？哎，16号老师。16号，好来，那我就把它弄过来。我知道哪里错了。老师没关系，我再弄就好，全部都下表都没关系啊。改一下就行，对不对？哇！它全部变下标了，好，啊，这边交给你了哈，好，来，我继续往下走。好，来，算这边哈。哎，这个就不要理它哈，这不要理它。这个大概不会出错，这个不会有问题，因为那是我们个资。为什么我们有多？为什么变成这样？是下标还是上标？上标，我讲错，上标，对。难道是？Isoctant 不知道。多一个 e，多一个 c。table 是在这个地方。把 each solvent，那个哇。each solvent。OK，它 each 后面加单数，这个我真的搞不清楚哈，那个是我的问题哦，来 each。好了，加单数，没问题。好，再来。嗯，好，下来一点点，它离上面有点近，哎，这我贴回去好不好？这个你在，哎，这对，改哪边我已经忘记了。each solvent，这里刚好。还记得吗？对不起，我已经忘记了。One way around 不是这边，这边没问题。Figure 三 isoctant Figure 三，Figure three 在 Figure three。isoctant 这边没问题，这边没问题。你要跟他打招呼吗？来，过来。好，跟两位姐姐打招呼。说晚安了，晚安了，明天要上课了哦。晚安，你好，大哥。哎，上镜头了，来，出去，因为爸爸在录影他，小朋友不要上镜头，好，OK，好，好，拿走，好嘞，OK，就这样子哈，我再把那块码掉，好，OK，好，好嘞，好，OK，我把，晚安。晚安。好，OK，好，马兰，OK，好，离开。我要笑死大脸。，OK，继续。老师，
老师，那个 figure 3的那个 POV values 要加 S 吗？ POV 要加 S 吗？全部都加，你现在看到全部都加。嗯，好吧。全部都加，然后那个怎么了？讲话讲话。好，企鹅啊，企鹅晚安。他在最喜欢的企鹅玩偶。晚安，企鹅晚安。对 ，OK OK。晚安，企鹅晚安。晚安晚安，好。企鹅跟他说晚安，好 ，OK。晚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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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搞不懂企鹅说晚安。好 ，OK。我们先把 POV 全部加 S， 因为很合理。然后我再回去看方法跟论文里面他有没有加 S。好，其实有一些国家我们叫 POV， 但是有一些国家叫做 PV。PV。PV， 它没有 O， 没有 oxide 的 O。对，好，没关系，来往下走。好，继续喽，继续喽，哎。等一下，11分钟，好，来 ，OK， 继续 ，in a minute， 句号吧。好 ，OK， 好，句号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这个在哪里，你回去找不到了。咦，对，老师，我没有乖乖。不是。不是不是你的问题，我记得一件事情，我不是要怪人哈，我是要教人。那这个地方的话是在哪里？在这边，对不对？下面吧，电话夹那边。这边对不对？这边是 step 3，对不对？刚好改过。对，那也就是下次你这边的话，就是你慢慢学会这边前面加一个。我会加它在哪里？对，哎、欸。我不好意思讲一句话哈，我不好意思讲一句话哈。这些东西会了之后，你去那边，然后对方的指导教授会讲，嗯，你在那边的指导教授是谁啊？指导教授，懂没有？就说一些很多细节的东西，你看一次你就会，但是你没有做，你不会想到。包括我自己也是教稿，教到迷路了，我才想到前面要加一个这个东西。那。你比我早，你比我晚没有多少，你就学会这个东西，那实力不就提升了吗 ？OK 喽，好，这也是我录影的目的，就是说这样子才能很快把我摸索出来，能不用像我一样跌跌撞撞。OK 喽，好，来再来，有办法同步跟着这个了哈。好，那句不句号？那这个改过啊？我觉得不用句号，我觉得不用句号。好，再来。第三步就那个加电话夹那边，加它改到那。这没有句点啊，就没有，老师没有改句点，句点弄掉。哦，那这个呢？啊，还没。那就你现在用这个，就那一个，六个了吧？这里对，对，六个。好，来这边，这边的话，他把我的 sequence 哦，把它删掉了。不对，不对，不能，不能，我就 the sequence four，OK，、okay, 然后呢，four 的话，就是这个样本用来测试，然后 l off 的话就是测试的顺序，但是呢，应该是我会觉得用 four 会比较好。好 ，six organic solvent 哪里有错？红字 solvent， 对 ，solvent 是台湾腔 ，solvent 是美国腔。要加 S， 没错没错，我看到的哈，我之前我忘记，但是他就讲过这边 S 啊、哦，好，有办法同步改吗？好，可以，帮忙一下，好 ，OK， 他刚前没有改什么吗？所以你现在如果有双萤幕的话，你就可以马上 就处理了。现在勉强也算双萤幕啊，老师、嗯、，OK， 两人各一个萤幕叫双萤幕啊。对，我停在这边，我改，没错。一边那个好，来这边 is selected。好，这样。不管他，没事没事没事。第二个，好，第二个。二号，不用管他。好，那个我，嗯。好 ，file sulfate。第二个呢？句号，不管他。这句没有改吧？没有。
不配电影，这这也没个，有改。然后你就那个。句号，不管它。Indicator，没错啊，哪里有错？句号吗？句号，不管它，好，都没有管他。都不用管它，因为这种步骤我印象中不用加句号。好，来，thoroughly，哪里错？句号，不管它。目前都还没有，一直跳掉很烦，有毛病啊，也是句 Emerges 这个是出现没有错，但是好没关系，句号不管它，好，英文没拼字没错就好。目前好都，OK，没有，结束，结束哦，那步结束骤吧。都好，是，来，再来，好的，黑字都改，耶没了。，Ehouu，Ourr 吗？这边 procedures，S，两个 R 吗？没有。那我改出来那个字吗？然后 T，然后 Share 什么啥？在哪边？T，Step 11，步骤11，就是粉红色那一个画图的那一个的第11。Steps 11，Step 11，在这边，好。是。咦，老师也跳掉了，嘿嘿嘿嘿嘿。一个 R 就好了，对，一个 R 就好了，那就好了。对。哎，那我改出来了，又没有还是不知道，还是跳开关没看到，那这里是不是有空一个？后面那前面要不要空一个？我不确定，看来对，看来看来看来，mix 砍掉，位好了，OK，比较像是我曾经写出来的，好像是，好来，也棒，还有什么漏掉的？好像没有了。没有了有，吧？其实这个有吗？有那个表格内容我没有放哎，表格内容要放吗？你看了这边哦吼，没有？因为我对我写的句子没有信心。哦，好，我放很平庸，太敷衍了吧？不是啊，他跑很慢，这关掉你的翻译，在，我为怎什么知么道他这自样己又都打打在开？卡板上？他们觉得热，我不知道，太热了吧？眼冒起来没有房间的啦，这样啊，这样房间会这的，样玩吗？我是会。我就刚看红色那个图，它线压到字，对啊，我把它拉开一点，不是把线条调掉吗？比如从线重叠就可以了，红色跟白色那个线重叠就行。这个改过了，对不对？Figure three 改过了。一个是改过了，好，OK。这样啊，你看，一条线，棒棒，哎，如果这边改 VS 会不会好一点？，VS 哦，对。我喜欢这套，也是可以啊，就 VS，老那师改 VS 天。的话，叫 versus。因为又没碰到，versus 的话，我记得是 VS 一点。它是哪一个？来都可，VS 能一读点，了。也可以选择省事不加的，同样都是 versus。那我不要加句号，是这样可的，是这样说。啊，出来了。哦，因为是背后啊，他有好一像个因角为色我们要选知道，择的是论文的格式，所以他要加一点。好好，吧，来，那这边就报那个，这边全部改 versus。好，我改好了，没办法，至少口语跟一点，口语，然后那个这样子，OK。好了，好，OK，那我们是不是都已经 OK 了？效率派老师结束，结好，束然耶，后这边为什全么部变黑色。我想，哪里哦，说这里？哦，那那个个没档。改啊。然后，诶，有一个规则，就是只要有动到明显的东西，全部都要重来。不是，都那个地方有动到，就要。然后我们没改内容，老师。对，没改内容，因为内容就没事，别动了，别动了。对。对，好。好，OK，然后已经接近尾声了哈，还有什么要处理的？这边都
这边是不是绿荫？现在就是怕那个解析度嘛。那我下载解析度，那应该不是问题。嗯，我觉得我们这次图很小，应该。我们都我没有那个图啊，我这都是线条，线条。没有没有 ，Google 那个 Excel 会如果是 PNG 的，所以那个比较有可能会有，它不是向量图。是。对，是就是那六个趋势线。用那个吧。哦，我懂你意思。对，但是我觉得你是画的。对。来，我跟你讨论一个东西哦。好。这不是第十五步。那要改什么？第十五步。第。哦。理解。你有没有发现五 A 或五 B 会不会好一点？那我是不是要把它换成语音的图案？对啊，自己决定。就是你这个你有那种很坚持的东西，我都尊重。对。好，塞吧。我们在骂你，关我屁事哦！要乱讲话，我改晕。你们直接用笔电麦克风吗？对吧？对。那为什么我还要用这个呢？好 ，OK。老师比较专业。不是，可能背景比较安静。没有，老师就是老师就老师用耳机嘛，对不对？就我们旁边没有人。对，我们我们有时候会失控。好，然后最后是不是这个要砍掉？对啊，老师。砍住我，砍住我！标题不见喽。我改我的语音。OK， 那我们就休息喽。好，然后那个我查一下 POV 还是 POVS。好的。好，有跟没有，我都会在群组里面讲。没问。好 ，OK 喽。然后祝大家一切顺利喽。好 ，OK， 好，然后恭喜，就每边，然后就明天传给他们，然后一切顺利，祝大家一切顺利。好，那这东西就是你们发现这次折磨的功夫跟前面有属性又不一样，不是整个速度延后而已，是说内容上属性上不一样。好，没有录影之后先不要讲话，录影之后没有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就准备休息喽。我先停止录影，然后要讲真心话，先让我停止录影啊。三二，停止录影。Yeah.